快乐大本营由 OPPO Real 音乐手机冠名播出。 OPPO Real 音乐手机提醒您本期精彩看点，最受欢迎小朋友齐聚一堂，戏曲小红人牛星星，混血小王子谭德龙，杨丽萍接班人小彩旗，天籁美声学姐，搞笑挑战，谢娜走路怎么长？天虎，为什么？下一个，哦，真迷你们先主持啊，我帮你。安静。在先话题。还有网络最当红长腿姐妹花孔燕松、孔瑶竹，网游美女张馨予，最美车模瘦瘦，乾隆第一校花孙文婷，比美腿，我这个叫碰，比妩媚，啊，好美哦，哇，打爆整容内幕，姑姑，对了，张馨予就是整过的。现场亲密互动，女生为你抹过唇膏，哎呀，不如临别让我们一吻怎么样？他现在没钱哎，他所有的钱都买通了我们，说在一起。I see you, I see you, I see you。究竟谁才是宅男最爱？千万不要错过本期精彩分享的快乐大本营，让你爱上他们的美。OPPO Real 音乐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Wow, you're my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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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thing. 我觉得这个歌特别适合何老师这身衣服。今天其实呢，我们其实不是穿这套上来的，东东有打扮我们整个一个整体的衣服，但是这是我今天穿来就是御寒的衣服。结果后来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啊，佳佳、娜娜和海涛就玩我这个衣服，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是这样觉得的。就先看正面，特别像，哎，再看背面，背面。你背面真的很好看。
你是要告诉全世界的观众朋友，火鸡也有黑白颜色。你要是看到你的背面，你就不愿意录刚才的了。我知道我其实没有什么不愿意，只要我转过来大家笑了，我就愿意了。我跟你说，而且这个衣服有很多很这个神奇的功效，比如说怀孕了也看不出来。哎，那我这个你穿。还有这个衣服也很适合中国古代的一些扮相啊，像武大郎。预备，起。是啊，我还想演一个戏嘛，就是你是法海，然后你把我收了。永远前相会。好。等一下啊，我要解开一下。你这个腰，等一下啊，我再扣一下。法海，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来？这个法海不太熟练。你这个腰，让我收了你。不应该是白蛇精吗？怎么是狐狸精？哎呀，好好玩啊！闹狐狸尾巴了。哎、但是你看，今天其实我这个啊、哦，顺便我就脱了它好了啊。我来给你宽衣吧。啊！快把法海这袍收上。说实话，今天我们玩这么多呢，其实就是这个服饰之美啊，啊，设计之美。对啊，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名字叫做《爱上你的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美丽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想呈现生活当中普通的人的一些美丽之处。何老师，你的美在哪里？我觉得其实我的，说实话，我的美就是低调的美，因为我各方面都那么美，但是我从来不张扬。你穿着那大袍，真的，他是低调的华丽，垃圾般的雍容。那是这样的，其实今天爱上你的美，不只是爱上我们快乐家族这个五个主持人。我们说过，凡属是喜欢就是接近快乐、享受快乐的人，都是我们快乐家族的人。那今天爱上你的美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四位非常有才华、人脉非常广的主持人撒出去，然后大家就又要把我们撒出去。对，请，最近很爱把我们撒出去。跟你说，我特别想撒出去，但是就是因为我在百科全书困在台里了。是哦，百科全书，我谢谢那个麦小龙给我的这个小龙，就是我也是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为什么没有尾巴啊？但是小龙今天说来探我们班啊，还给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送了一束花。他主要是送给吴昕的。哇！哇，吴昕在节目里面话没几句，绯闻倒是挺多。怎么回事、啊？你跟所有上湖南台的艺人都传了绯闻？不是不是，这件事情真怪不了吴昕，是麦小龙主动的。对对对。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要说撒出去带回来，对对 对，首先那个海涛，我先撒出去的。你带回来是什么美？我带回来的跟我一样可爱的美，而且他还比我可爱，是吗？小小的年纪、就对国粹特别的精通，好书面语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牛欣欣，欢迎牛欣欣。牛欣欣6岁，中国戏曲小梅花金奖得主，中国京剧小票友邀请赛前3名，悉尼擂台赛银奖得主。
那我问你啊，我听说这个《贵妃醉酒》这个节目是你自己要求要演的，为什么你要演贵妃啊？因为贵妃很漂亮。很漂亮，她是那个中国四大美女，你知道吗？知道。那你知道其他的美女是什么？四大美女知道都是谁？有杨贵妃、牛贵妃、刘贵妃、王贵妃。这是个绕口令吗？你还忘说了一个王妃。啊，其实不是，这四个美女嘞，还有貂蝉，还有王昭君，西施，还有西施，还有东施。我哪有？哎，那我这时候我这你知道我应该回答什么吗？应该是，你要怎么回我呢？哎呦！啊，你可以下去了。这个对，休息一下，这是我们海涛请来的这个可爱之美啊，非常厉害，这么小6岁半，刚才他那个完全是现场演唱，真的是相当的有功力，唱好厉害，而且那个国粹也很厉害，对啊，可是这个凤冠实在太沉了，我们先放心，休息一下，好不好？谢谢，要跟大家说拜拜，待会儿见，拜拜，待会儿见，你知道吗？他待会儿。听着贵妃说英文也好奇怪的，等会儿那个取完凤冠以后，他会稍微高一点，因为凤冠把他给压了，是不是哈、哦？那接下来谁？我，那个我觉得我们节目不是一直就是说要国际化吗 ？Yeah，international。所以我请来这位特别厉害，因为他是混血。你是通过麦小龙请到他的吗？因为麦小龙也是混血。不是，他又叫起来了。好，那这样介绍一下他了，好不好？他来自美国。然后呢，他最厉害的是他有这个猫王的这个继承人之说。哦，小猫王啊！潘德龙8岁获湖南卫视快乐宝贝称号，和哥哥双龙兄弟获美国嘉年华外国人唱中国歌大赛冠军，参演好莱坞影片《功夫小子》。这么小长这么大络腮胡子的猫王，这是画的鬓角，这不是胡子，这是鬓角，对，来跟大家问好，好不好？大家好，我是双龙兄弟的弟弟潘德龙，今年8岁，从美国洛杉矶来。谁的弟弟？双龙兄弟的弟弟。双龙兄弟是他哥哥啊。对呀、啊。是啊，你哥哥是麦小龙吗？不是麦小龙。潘耀龙。那我还可以介绍，大家好，我是罗振晓的侄女。罗振晓是谁呢？是我舅舅。不是，因为他跟他哥哥双龙兄弟，他们拿过一个大奖，就是歌唱比赛大奖，只是你孤陋寡闻。哦，是吗？这样子。哦，那就对不起了。哎，你是混血，然后你用另外的英文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my name is Christopher Niebuhr. I come fro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那这样我们也请那个小龙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请你来，好不好？ OK, thank you. 那接下来到谁了？我觉得就应该到我了。为什么呢？你知道，因为这次就是叫我去找嘛、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在国际上、世界上都有很多的朋友，然后我就给节目组说，因为我这些朋友都很有才嘛，我就必须自己去。那他们又给不了那么多的这个车费。OK。然后我最后就说，哎，突然想到了，就近找一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哦，对哦，有没有家门口就可以找到，转的好不好？非常好，只是那个弯也是你自己绕出去的。对啊，直接请不就得了？对，然后我就想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就是个世界闻名的、以后也是相当了不得的一位小彩旗小姑娘。我喜欢她，之前在上过我们来的，在春晚上面她的那一段这个表演，真是我觉得她就我心目当中的小仙女。对，刚才她是和萨顶顶一起搭档，对不对？是。对，但是她
的姨妈是杨丽萍老师，应该是舅妈还是姨妈？姨妈是吗？是杨丽萍老师，那就比我幺爸，比我舅舅有名多了。哦，那对对对，我觉得不可同日而语。对，姨妈是杨丽萍老师。是是是，啊，我们这个小彩旗啊，绝对是一个让你刮目相看的小女孩。我们来爱上她的美，欢迎小彩旗。杨彩旗九岁，杨丽萍的接班人，三岁就登台表演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印象》，歌舞乐藏民大型原生态打击乐舞《云南的响声》。这么甩头不晕呐、啊？不晕。有没有看到星星呢？甩完以后没有，通常就要甩一下。我觉得这种天赋异禀的，我就觉得都会跳舞。他往台上一就是一表现的时候，你会觉得身上有一种很奇特的光环，就是有那个灵气在，那种仙气的原生态的那种感觉，对呀、啊，有气场在。你要告诉大家你从哪里来，好不好？我从云南来。云南来的，对不对？你住在云南，你几岁了，小彩旗？我九岁了。啊、哦，九岁。刚刚我说杨丽萍是你的姨妈，没说错吧？对。对，那她有没有教你跳舞？教了。刚才那个鼓是她教的吗？对，她指导我教。她指导。哎，你在就是打那个慢拍的时候，会慢慢的绕着鼓一圈，你怎么可以做到的呢？我哎，很简单，就是来娜娜来表现一下来。她没有裙子，你看看。没有裙子，所以给大家诠释的比较好。有几个步骤啊，你现在打的时候，你们焦点就在我的这个手上啊，对，然后脚悄悄的往这溜一下，然后我又这样起来的时候，我这个脚就过来了 ，OK， 然后继续打，继续打，继续打，你怕一步出去回不来吗？当我这样头一上来，你们的焦点在我头上，我这脚又溜了。今天你的裤子好牢固的。然后又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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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你看我一起来的时候。我脚溜了，好，你撑不住。你下半场要坐轮椅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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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啊，有没有？可以可以。那这个像这样一个鼓，你学了多长时间？打这个鼓？半年，半年，哦，精彩啊！那其实我知道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节目，对不对？对，嗯，那我们就稍先准备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请你，好吗？好，好，谢谢小彩旗，谢谢。怎么维嘉你要学我那段吗？没有，现在轮到他了，轮到我了，他得意了嘞。对呀、啊，如果刚才你们请的，这是不同的。哎，来坐一下，坐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啊，吴君如姐姐说，我看你们做节目好辛苦，那么长时间一直站在台上，对，也多少让你们应该坐一下。他说连他们看着都累。难道他是一直站着在看我们做节目多累？接下来我请到这位诠释的是一种，我觉得是。通俗流行元素的美，天籁之美，对，因为他的声音有天籁之音，而且在台湾呢，他被称为台湾的 Vitas。我知道、啊啊，因为很多人在网络上都观看过他的表演，一个小男生，他的名字叫徐杰，哇，徐杰。
新奈美声小歌王，11岁，被视为台版的维塔斯，台湾儿童歌唱大赛冠军，台湾选秀节目年度总冠军。让开，好了，我们掌声欢迎徐杰。还可以。好，来，那个给大家介绍你几岁，来自哪里？大家好，我叫徐杰，我来自台湾，今年11岁。11岁，所以那个他今天上午一直就说不唱。然后等到刚刚在唱的时候，因为娜娜是他的超级大粉丝，所以呢一见到他就流着口水说徐杰唱一个呗，然后徐杰说晚上再唱。对，那是你教坏他。我没有教坏他，他本来就不好拒绝我，刚要唱的时候你就说晚上再唱。没有，我是想因为就是唱歌嘛，还是要保存实力。他刚才那一唱啊，我们浑身的鸡皮疙瘩就是掉落了，我心坎里去了。没有，我跟你说，那底下那一片女生啊，她一唱那个会呼吸的痛，所有人都快痛死了吧，尖叫。要不要来唱一句好不好？我跟大家说要有比较你才知道她唱的有多好听。娜娜先来这一句。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听音无心的，对，苍白做作，真的是无心来。想念是会呼吸的痛，这里有让我痛一下，这个徐杰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是不是还可以？他唱的太甜蜜了，可以。来，我们还是来听徐杰清唱这一句啊，来，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前面有四个男生，哎，哦，五个男生都戴眼镜，痛得最厉害。我应该坐进去，坐到他们中间。让我也过去坐。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同样都是麦克风，在同样一个音响系统里，他的声音出来就跟我们不像在同一个次元当中。不一样吧？那你用他的唱，来，你用他的唱。想念是会哭，好粗糙的，好粗糙的，真的。我觉得我还是适合打鼓。那我知道徐杰其实是一路从这个台湾唱到内地啊。我想问你，你小小年纪，现在对你来说唱歌会不会已经变成有点烦的事情？不会。你很喜欢唱歌，唱歌对不对？对。那你唱一首歌要得到，比如说娜娜姐姐的肯定，或者是何炅哥的肯定，你更想要谁的肯定？都不在乎。杰。都要，都要。哎，你刚才干嘛？怎么了？而且你刚才是叫了他一个杰字吗？对啊，徐杰嘛。叫得好熟练啊。
下。别乱说，别乱说，现在别乱说，这个很敏感，不能乱讲。对，有的人应该不高兴。小心火烛。那这个今天除了徐杰之外，刚才我们也请到了非常可爱的三个小朋友，我们现在呢再请小朋友来集合好不好？来，有请他们四位。OPPO Reno 音乐手机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看小朋友可爱逗趣，搞笑挑战。那走路怎么走？为什么？下一个。哦。这名你们先主持啊。我帮你。我帮我拿下，我都爱等一下。还有当红网络美女打爆整容内幕，姑姑对了，张馨予就是整过丁。不要走开，不说之后更加。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OPPO Reno 音乐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的主题叫做爱上你的美。我们就开始每个小朋友展现一下。首先我们星星好不好？星星，我知道你会很多很多很多的戏曲，那你今天首先要跟我们唱一个什么？刚才是唱的《贵妃醉酒》嘛，对不对？现在给大家唱个黄梅戏。黄梅戏。我选这个，要让你做我的搭档。我来。哎呦，那你就找对了。真的找对了。你小票友，他的大小票友都找。那我尽量好不好？好，来啊！你是我是只需要在这，还是我也要唱？唱。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天根下，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莫敢自莫言，开的什么花，结的什么子，磨的什么粉，做的什么把，此花叫做呀得呀得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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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喂上喂叫做什么啊花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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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会唱第二段的，姐，换一个，换一个，京剧好不好？京剧，新歌说唱演谱啊，我们需要演什么呢？不需要，不需要啊，这回啊，终于消停了啊，来。那现在我们来到湖南啊，你要会唱湖南的花鼓戏好不好？会吗？好，那你来唱吧，唱哪个？你要搭档。我又何必呢？算了，何炅哥哥、你休息一下、我让谢娜姐姐她是女扮男装好不好？你说因为这个戏啊就是历史太长了，当时我出生的时候就是已经早就有这个歌了，但是呢何老师的年龄跟那个歌是相仿的，所以要不要何老师来搭档一下好吧？还是你吧。那就何老师给我配音。对，好吧，他来表演我来配音好不好？好好好、OK、双簧双簧，对，双簧双簧来啊。过这里的家海阔，好有一表福多姐、我的妻、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呢？福到家、你是我的妻喽，有海阔你说的福啊，福到家你带了万千心喽，有海阔你带了往前走啊，走喽行啊，走喽行啊，
手长，这个总不会脸脸演的快脱了，人家演的是两个胡大姐在抢一个刘海，而且就是我们从来没看到一个刘海哥拼命的去捏那个胡大姐的脸，明明他长了个狐狸尾巴。对呀、啊，哎，可是我们刚才啊，我们就是一直星星都是表演的唱，我觉得身段也很重要。你会不会走那个戏曲里面那些身段小姐步啊什么的？对啊，那我们走几个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好吗？现在是小姐走路，小姐特别稳重。瞧你眼神哦，你走到那边要半个小时不？好，转过去变丫鬟啊，应该要半个小时吧。哦，这个快一点。小姐，请吩咐。哇，那你从那边走过来，变谢娜，谢娜走路怎么走？谢娜姐姐曾经是丫鬟专业户。为什么？不要暴走！还我孩子，还我星星。看你都学了些什么。谢谢啊，对我们的星星，谢谢。好，下面我们请小龙出场。小龙来，小龙其实我真的觉得他有一种骨子里面的帅气。是小彩琴，你觉得小龙帅不帅？帅。不帅。那他帅还是那个徐杰帅？差不多。其实小龙同学呢很棒，就是他因为喜欢 Michael Jackson， 他没有请老师，而是他自己学。自学的，自学，包括像什么月球漫步啊，很多的舞步他都自己学的。哇、哦，对呀、啊，来，今天你要跳哪个？跳。OK，so、so、跳起来好不好 ？Excuse me, so you 哪个 ？Nothing but dance。OK， 那最经典的一个 b e a t。不是颠是怎样？脚不能颠，对不对？哎，你那个反重力的那个你会来不？反重力的。对，来，这样我们悄悄地扯着你，我来帮你扯。预备，预备，起，来走。哇！没事了，没事吧？啊，没这么低啊。不是真实的，别闹了。哎，哦。没有，王老师可以做得很低。真的，来，何何老师，我在倾斜度特别高的那种。你要摔着，就往我身上摔，好。底盘，哎，我这叫放大腿不？走。我稍微松点，这太我抓了，没关系。好吧。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不行了，快回来。好好玩呢、啊，小龙，谢谢你。对。好，那下面轮到我们小彩旗了。我们小彩旗简直厉害了。对。你知道他那个杨丽萍跳孔雀舞跳得非常的棒。对呀、啊。我们小彩旗的孔雀舞也跳得非常好。你在舞台上跳过孔雀舞吗？没有。没有。其实你知道姨妈的孔雀舞就是可以说用出神入化来形容，因为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它真的是只最美的孔雀。你可以做到吗？我不知道，尽量好不好？对，好，我们来看我们小彩旗的孔雀舞，掌声。请那个请小龙，你来学一小段那个孔雀舞。学一下，学一下。我跟你说，那不是小龙的风格。哎，是不是？就是。
你是要来看吗？他欺负了徐杰，你放帽子，你知道他要放帽子，他转过去就放到徐杰的头上。你怎么这样对我的人呢？真的是，你想放可以放啊。不要。来，你热是不是？热是不是？我帮你拿下去啊。你把帽子放下去吧，先把头发弄好。哎，别扔。别丢，别丢，要救就救援一下。OK， 好，那哎，其实哦，刚才那个旋转有没有看到？那就是一种功力。就是我跟你说他，那个小彩旗他完全没有学过，就没人教他。一般人就是像我们，就转个两三圈就差不多了。何老师转个三四圈就吐。但是，不过转圈真的是我的命门。你最多可以转多少圈，小彩旗？50圈。50看的人都吐了吧。那你会转到不舒服吗？还是说没什么问题？没有。这50圈也不是你的就是极限。极限他是转烦了是吧？转完了。可是眼睛现在来转一下吧，好不好？你眼睛会看看前面吗？流头什么的那种。对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来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我的天哪，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三，可以了，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哎，这样，你赶紧走直线，走直线，这条线看你走，跟着直线走起来，好厉害啊！哎，那你们家是不是没有甩干机？湿衣服穿在身上的，这样子太洗完衣服自己转就干了。可是你知道，我就是觉得她真的像，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小仙女。她就刚才转的时候，你还可以闻到，就是她那个洗头发那个很干净的味道。哎，我觉得那个头发那个洗发水应该找我们小彩旗来代言。对，我头发又这么漂亮，而且她打鼓这些全部用的头发。对啊，不是，她是用手打的。我知道，但他是甩头发，我傻呀！我不是担心这个吗？那这样好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旋转，还只是我们这个小彩旗的一个非常简单自学成才的。他还可以那个劈叉。哦，我们的基本功好不好？劈叉，我看看你劈叉怎么劈哈。哦，有哇！哎，这是你本来袜子就有的。什么哪个？哦，你以为是裤子上面的？我以为是裤子上面的。老师，袜子。他刚才那个是不是叫抢戏啊？他不是抢戏，你怎么能抢别人的梗呢？有铺垫。对，我们来看小彩旗。抛砖引玉。哎，也不你是横叉啊？来来来，看看我们小彩旗要怎么跳。好可爱。竖叉。哇！看我们，看我们。哎呦！啊，我们看看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哦。这个劈叉好不好？不首先呢，有一个小朋友。练功啊，练唱没问题，最怕劈叉了，是不是？可以。那今天可不可以试一下？差不多吧。差不多，看你能劈到哪啊！你要疼就停啊！要不要？预备，正好你也穿条毛裤啊！预备，开始。横叉，我们的话筒哎，好心啊！下了就突然了。那接下来从儿童呢？接下来我们到这个啊青年哈，预备走。哎呦！下一个。妹妹，要不要叫救护车？要不要？我跟你说，你在离地20公分的时候放弃了自己，你把自己摔下去了。韧带可以，没有，对，这边没问题吧？韧带一直好，你记得他那个彩带舞那一期就是劈叉，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有男生在现场，他好好表现。哦，真的。好，那我们进入下面一个环节。没有，刚才是青年，下面我们进入到老年，来，大奶来劈叉。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说老年，我们在那个节目里面老说老，然后有些记者就拿着那个什么当令箭呢？就是鸡毛嘛。好，那来这个，来下面一个环节是吧？来劈一个好不好？可以的，我就几十年都没有劈了。我也几十年没劈，不也？少来那个哎 ，SGM 那场。我跟你讲，台上有4个女的都劈了，你要不劈你就不是女的，对不对，小彩旗？对不对？对，又拿鸡毛当令箭了。是，我不劈就不是女的吗？是。海涛，娜姐就看你今天是站哪边了啊。娜姐，你今天不劈下去，你就不是纯女的。请问这还有一半吗？海涛，纯女的。你的意思是，娜娜要今天不劈就是纯爷们儿？完了怎么办？来吧。请问今天我先让那个脚唤醒到我当年跳芭蕾舞那会儿。唤醒一下。行，而且你那个尾巴好吓人，特别像多了一条腿一样。对，小心裤子别劈了。
来，接下来我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接下来请大家用一颗感恩的心，看看谢娜冒着高龄的危险在做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演。一个高龄美女正在劈，哦哦哦，她卡的，哇，她哟。是，你们都让开，为了证明，你们让开，你们让开，为了证明你们先主持啊。别耽误时间，黄金时段，我自己去恢复。别这样，你我看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帮你。好啊，这样那哎呦，这脚都有点怎么着？开了是吧？对，哎，回到芭蕾那块儿了。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小彩姐还有一个下大腰，我们看看下大腰是怎么下的，好不好？下不去了。啊、下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好久没练功了。好久没练功了啊！真的，最近有点，你最近有点荒废哎，在学文化课。如果非要我下的话，谢娜姐姐要帮我。下大腰，我和对我和娜娜可以配合表演。来，我怎么帮呢？小彩姐，扶着你的腰。哇，你给小彩姐。速成盘头发，哇哇，都省了皮筋。哇哇，天哪，你把你头发当成了一股绳。来来来来，怎么弄的那个头发？就揪揪一下，揪揪揪进去。来来来来，哇哇哇哇哇哇，好棒哦！真的好厉害、啊，好精彩，跟那个盘头一样精彩。我觉得也是一个表演，惊险。那这样吧，小彩旗，你想看谁下大腰，你就说出来，我们就都可以，男的女的都可以啊。你吧。太凶了。我就应观众朋友和小彩旗的要求，我就下一把老腰给你们看看。周老师还需要我帮你吗？啊，需要我帮你吗？我换个，我来吧，我的力量简单的换，力量比较。怎么做？怎么样？怎样做？哎呦，太简单了，抢戏！哎呦，讨厌的抢戏鬼，讨厌的抢戏鬼！你都做完了，我们还做什么？讨厌的抢戏鬼！本来他的腰就不太好使。来，一路上听着何老师的声音。那你别跟他递话筒，帮我拿下。我都哎，等一下。你要问问你的对手准备好没有？你的搭档。第二个更难，来从中间搂他的腰。你能走不？走两步。能走两步吗？那是耍杂技的，我觉得对了。好，走两步，那样下腰你可以往前走吗？走。就这样。往前挪。注意安全啊！好，走一步。走。啊，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都行。你方向不好，你前面两个手往里面，后面两个腿又往里面，这把你拱好高，你知道吗？你不让他们就是，知道吗？不让他们走过来就变成一个麦圈了吗？因为整个人变了形，你知不知道？好，OK， 好，那下面我们这个玩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安静的表演，徐杰啊，来站在中间来，徐杰，我们希望你可以就是好好的展现一下你的唱啊，刚才都是你看大家都把自己才华展现了，那现在就是我们点你唱几首歌好不好？对，好吗？可惜不是你，我超爱听那首歌，好不好？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总是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谢谢。其实是一首很熟悉的歌，不知道为什么他唱起来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哈。对呀、啊。哎，我来点一首、那个 Jolin 的，蔡依林的《倒带》。哦，那首爸爸超喜欢。那个只要在 KTV， 大家都会必唱的，好不好？终于看看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看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人
现在把话说开，你越没出息，就别离开。谢谢。相当的，相当的好听。真的，还有一首也是我在那个 KTV 会点的。什么？就是《天空》。就是人在就是失恋以后会唱的歌，哇，就很多人失恋。哎，我觉得徐杰很棒的一点就是他就是唱的虽然都是情歌，但是因为他年纪小，所以他能唱出一种很空灵的、很干净的味道，而单纯的一个对，而不是以情歌的方式，他就是说情歌就是不干净吗？没有，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用那种经历过感情的方式，而是把它当作就是很美的声音去诠释，所以就是天籁的纯净的感觉。行，待会儿他来一个天籁的，我再来一个那个、就是、乐他的哦，不是，就是经历风雨的，好不好？好，来，预备，请。那个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的天空为何总会的脸，漂流在世界又一遍，远近无情分，一片天空藏着深深的思念。谢谢。慢慢来。小彩旗。我们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我觉得王菲有一半不出山是因为因为你上次唱人家的梦中人我觉得他出不出就是因为为了要把江湖上这些妖孽都肃清一下肃清一下。还有好听的，好好听。 Open Real 音乐手机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现场玩玩形式唱腔。小脸胡须说了，还有当红网络美女喜亮相。要吃海里玩水水，放着放这么甜嘞。碰我这个叫碰。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我们的 OPPO Real 音乐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主题叫做爱上你的美。好，我们再一次欢迎小朋友们。我觉得徐杰他最大特色就是他的嗓音嘛，因为他超会真假声的那个串流，没错，而且他就是他的嗓音跟梁静茹的贴合度超过90%，所以也很厉害。你要怎么样来展现你真假音的转换？我唱梁静茹的《被呼吸的痛》。哦，就刚才那个嘛，对，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真假声的细腻的变化。好，来，请。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哦。想念是会呼吸的痛。星星，我们来学这一句。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刚才有口，你有一口气儿，我好像是一口气儿上不来了。最近感冒，徐杰唱一遍。最近感冒，来，徐杰，你再教一下星星，来，预备。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好 ，OK， 就这一句，来，预备。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哦，他有另外一种好听的，有那种戏剧的唱腔。小彩旗来一个，好不好？小彩旗。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哎，也挺好听的。他那个痛有 hold 住，他有痛到，他有痛到。好，下面到我们小龙，小龙用很洋气的，加油！小脸胡须说了，我真想念胡须，想念胡你，想念是想念呼吸是会的痛，想念是会呼吸的痛，预备起。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对了，那呼真的好忽然、啊，刚才没闻着，太忽然了。有，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就是徐杰以前不管是在别的节目还是在大本营，到现在唱的都是女生的歌居多， 对不对？你要唱一首男生的歌，我们才服气嘛，好不好？你可以吗？男生的歌，哎，你很
何必在一起？什么？何必在一起？所以徐小杰要唱张小杰的《何必在一起》哦。哎，这首歌在跨年晚会之后非常红哎。哦。你也会唱这首歌是不是？会。你也觉得很好听嘛，对不对？对。那要加油好不好？来，我们把那个我这边准备了道具，因为跨年演唱会这是一个重要，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道具，哎、我把它找到了。啊，那一会儿杰把这个给娜娜带上。哇！哎，我跟你说，这东西真的不能乱学，对啊。没事，人家以为是我安排的。不是，这是海涛安排的。跨年演唱会上的一切也都是海涛安排的。这样，我们先请徐杰来唱好不好？何必在一起啊？至少自己过得不必太压抑，不必要在一起逃去生命，才让这个冬至显得太无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这个人的呼吸是清晰，不必要在一起，让我安心。收走一个，哇！哎，他唱这个，这是哪来的？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很有标识性啊。是啊。但是这个娜娜最近不太愿意看到这个，对，也都尽量把这些收起来，因为好像那个演出之后，虽然绝大多数的观众都表示对那一段印象很深刻、很感动，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太爱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看到那个表演就会觉得有些难过，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我因为比较了解情况，那其实这个完完全全是节目组的创意，而且那个时候说服张杰和娜娜说服了很久。那如果大家有这个误会，我们希望就此解开，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疙瘩你解不开的话，那我们也会给大家时间。总之呢，就是真心唱歌的人是希望得到真心理解这些歌曲和支持他音乐的人的喜爱。我这样说可以吗？你这样问娜娜又好像是真的了。让我爱上你，至少自己太害羞了，过得太压抑，何必要在放手，画面差好多。好，大家都看到了你们才华之后，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你们的平时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首先问一下那个，我知道小彩旗，好高、啊。你再动一个。没有，因为我就是突然发现对上去要这样说。因为刚才跟欣欣一起合唱啊，我都觉得这个位置好舒服，然后我想说跟小彩旗聊会儿天吧，我说突然飞哎。不太对是不是哈？那其实就是姨妈杨丽萍发现小彩旗很有这个舞蹈的天分，所以就悉心的教她很多的舞蹈。但是你是不是就没有去学校上课？那你的文化课怎么办？有专门的人会教我。专门的老师对不对？对。所以你现在相当于几年级？你知道吗？我三年级。相当于三年级。三年级。那差不多对嘛？那个是年龄段，十岁左右。哎，这个小龙好像也是一样哎。哦，小龙也是。你也到处去演出，那你的功课怎么办？功课，我是现在在网络学校做了。
我现在在网络学校。网络学校，网络学校哦，就是那种远程教。你喜不喜欢出去演出？喜不喜欢？很好啊。为什么？因为我会见遇见更多的朋友。哇，这是很少的回答经验了。现在你的学习水准相当于几年级？三年级。Same, same. 那徐杰，我知道学习成绩不错，你有没有担任班上什么干部的工作？班长。班长哦，你说话声音这么小声，别人听你的吗？对呀、啊，你说走。比如说，我们都是一个班的，都在闹。安静。原来你的声音可以这么洪亮，我还以为所有人在闹的时候，就看徐杰站在讲台上。想你是回复。不会说话，或者直接把它改成班长是会呼吸。哦，刚才那一声好帅哦，很凶哎，很帅，不是凶，我觉得很帅，对啊，帅气。好，那欣欣你呢？你现在6岁半有读书吗？2年级。啊，6岁半你就2年级啊？你有担任什么干部吗？文艺委员。文艺委员要干嘛？上课的时候老师没有来，或者放学的时候领歌，或者领歌。那你这是你最想当的干部吗？你还有没有别的？你想当什么？我想当体育委员。为什么？我喜欢喊口号。你这样吧，你就当个体育委员，你喜欢喊什么口号？你喊一下口号，好不好？来，我们来听你喊。你叫，什么东西？暴毙，请喊气。对啊，当然有。暴毙不是应该？下什么往下？下去看，一二，预备起，二一，所向无敌，气宇非凡，王者风范。什么玩意儿？等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在哪个学校？什么东西？这是你们学校喊的口令吗？你是不是2年级1班？对啊。所以2121是指他们班。2121什么？王者所向无敌，气宇非凡，气宇非凡，王者风范。这是谁想的？老师想的。老师，哇，我好想认识一个老师、哦。我们下一季要请那个怪怪老师，我们就把你们的老师请过来。会上参加什么选秀节目，编了一个粉丝。不是，这个还不好笑，好笑是你想想，就是我们星星全班都是2年级的小朋友在那气宇非凡。我们重现一下吗？重现一下，来，预备，起，1、2、1，所向无敌，气宇非凡，王者风范。哇！想念是会呼吸的。好，那我问一下那个徐杰好了，你看你上过那么多电视节目，应该全班同学都是你的粉丝吧？有啊、哦，那如果比如说他们像那个娜娜姐下午那样，就是说徐杰下课了，你唱一个吧，唱一个吧，你会唱吗？会。哇、哦，那为什么我们下午让你唱你不唱？因为你们不是他的同学。那你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同学吧。啊、那我们现在是你的同学，你可以唱一首给我们听不？对呀、啊。好。感情。看下一个天亮，许上自己说说话，哪里散步好吗？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你的肩膀是我画大的天堂。谢谢。哇！哎，我想问一下，你就是在课间唱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女生啊？就这样一直盯着你，有没有？没有吗？哎，小彩旗，你的偶像是谁？我的偶像是姨妈，就杨丽萍，对不对？你最喜欢她什么？我最喜欢她跳雀之灵。跳雀之灵，觉得太美了，对不对？对。你长大要不要成为她那样的舞蹈家？还没想过。反正现在先开心的跳嘛，对不对？你平时都喜欢干些什么呀？看书，看碟，看碟。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知道，像那个料理鼠王啊，还有那个快乐奔跑啊，都是由快乐家族配音的动画片，有没有？你没必要时时刻刻做宣传。红猫蓝兔啊、哦！那个牛星星，你的偶像是谁？就是优三乳上面的那个姐，刘亦菲啊。刘亦菲。哦，刘亦菲啊，喜欢刘亦菲。小沈阳喜不喜欢？小沈阳喜欢啊。喜欢。那来，喜欢听他的歌，对不对？对。好，预备，起。不要疯狂的美丽。
应该学学那个权利了。你是想不管这些事情了吗？所有这都用上了。我都仿佛看到了下一部那个张艺谋的片子会把他叫过去。就是我是觉得六岁半就快在台上唱背过气去了，我的天哪！哎呦，好可爱呀、啊！好了，谢谢。来，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四位小朋友，我们的小龙、徐杰、牛欣欣，还有我们的小彩旗。小龙，你一直在踩吴昕姐姐，全程是在踩我，然后一直背着她。我觉得你应该叫小彩旗，你一直在踩别人。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四位小朋友呢，都有着不同的才华，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年纪绽放出来的这种天然的、非常可爱的美呢，让我们对他的明天呢充满了希望。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小朋友，并且祝福他们。好好加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刚才我们见识了这个小朋友的那种美丽的地方，是。接下来是网络红人了，哎呀，美女啊！这个呢是在这个百度以及各大门户网站呢，通过大家的搜索，还有各个网友的投票呢，这票选出来就是最受欢迎的几大美女。我们把其中的前四位请到现场，真的，很厉害，让他们回去好不好？我不想录这个环节，我觉得是我们男生的福利，这个真的是民意。不是大家选出来、最重要的是呢，其实他们除了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图片之外，今天我们请到现场会看到他们本身其他的一些才华和个性。因为网络可能是比较单一的一面，可是在我们综艺节目里面可以完全的展现。或者有的时候网络上由于太完美了，有的人就觉得是像 PS 了的，是真实，有的腿就是很长，有时候接的嘛，是吧？或者是接的，对，又就用的 PS 高的时候是的，好不好？啊 ，P 的。我们这样吧，我们今天就请出来，一一来看看他们立体的本人是怎么样子。首先呢，请出的是号称是网游第一美女，网游第一，网络游戏当中能够提到这个网游第一美女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而且她的这个照片，在网络的照片是网友们收藏最多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网游第一美女张馨予，有请。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国王。要吃饭的 one two three， 纪念我爱过你啊。往事很美，我会弹着回忆的旋律，孤单单的跳到天亮。是在网络上面走红，是因为什么走红的？我想可能是因为照片吧。他经常在网络上面会贴一些自己的照片，然后喜欢 cosplay 的呀。对，然后喜欢的朋友就会去评选，然后居然他可以打败像黑社会美眉啊、刘亦菲啊很多很多的明星，然后成为第一名。网游第一名。真的？那其中评选中有没有我？没有，没有啊。你不能进入网游的世界。不是，这是一个女人的评选。其实因为一组 cosplay 网游里面的照片呢，张馨予被称作是艳丽版的史上最艳丽的小乔，就是你曾经 cosplay 过小乔，对不对？对，那也是因为一个美容媒体的代言。哦，这样的。那我们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赤壁》里面的一小段的这个画面，然后来看看我们张馨予能不能够就是有这个小乔版的版本，好不好？来，请看。萌萌，站起来，站起来，加把劲儿。哇，这是很经典的这一段。对呀、啊，要他来挑战一下吗？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给他命题，演那个温婉版的小乔，温婉版，你想要谁演萌萌？海涛，他看上了你。哦，你刚才看了两眼吗？你不是想？不是我呀、啊。你，他都这么主动了，你就给他一个机会。你给他个机会。当然啦。他真的胖子趴下去一次不容易。因为海涛就看。鉴于你那么积极，我们就还是留给你这个机会，好不好？萌萌，站起来，
别看我，我站起来，别弄耳朵，站起来。哦，他有分寸的表演的那个戏。站起来，别皱眉，站起来，快！这是爱的力量。就是这样，站起来。这只马直立行走了，站起来啊！娜娜，你来艳丽版的。哎，我来做娜娜的萌萌吧。OK， 好，做娜娜。哎呦，艳丽的啊！萌萌，萌萌，萌萌，你醒一醒，萌萌，萌萌，萌萌。对不起，对不起，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再来。好，再一次，再一次嘛，嗯。萌萌。不仅站起来还学会跑了，我跟你说，娜娜版的小乔居然能够让一只刚刚生出来的小马就惊了，真的是一种野兽在追。你是为了节目效果还是真心的？我是为了节目效果。这样我再来出一道题。哎，这样好不好，两匹萌萌看谁先站起来。或者这样，我们三个小乔好不好？好，然后都是同一个版本，三个可怜版的小乔，预备开始。萌萌啊，萌萌，都来撒狗血的表演了，那我瘦一点，分点心，没有，你们这样此起彼伏，一个一个来，先让心雨来，预备起。萌萌，快站起来！如果你不站起来的话，我也站不起来了。哎，好可怜，娜娜。既然他站不起来。你们就为我站起来吧。你一点都不可怜呐、啊！嗯，你一点都不可怜。来，吴昕，吴昕。你们要是如果觉得他俩都不行，那就选我吧。来，那就我来，我再可怜一把。可怜的。你们商量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回家给那个海涛说一起跑啊！娜娜刚往这一蹲，回家就得海涛小声的说：“咱俩一起跑。”哎，娜娜，你假装你，我不是说让你假装没听到，而是你要自信，你用你真挚的表演可以吸引这两匹马。好，你试着掉头走啊！掉头走的就是雕。或者是胖猪，我们三个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吧。你也吃点草吧。我就算不走也要死来着。死了。在这一段这个表演之后呢，我们为所有的朋友现在揭开一个谜团，因为其实漂亮有的时候会惹祸，像张馨予其实就很多人都说拿她之前的照片啊和现在来比较，说她绝对整过容。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其实上次 Kevin 老师来的时候就检查过娜娜，然后呢，就是、像下巴怎么弹过啊，怎么弹，然后鼻子啊这样起来过，然后还有那个脸上这样摸过啊什么的。对，然后呢？对，觉得爽吗？爽，扭曲啊！那现在呢是这样的，我们就直接把这一套在张馨予的身上、脸上，我直接开始动手，或者娜娜你来，因为你们女人之间彼此不会留情。看我老说，第一个下摆就是可以，就是比较上下的、上下的那种。然后摸，如果假的就能摸到里面有一坨跟咕咕，对，咕咕，没有咕咕，绝对没有，对不对？没有咕咕。还有就是要可以这样弹，弹就是看这样，如果是假的话，这样一弹它就会歪到那边去，去了对。对，可能你下半场录不了了啊！一、二、三，没有问题，这个人哦，你好，这耳朵、嗯，耳朵就是可以这样扯，有假耳朵吗？有假耳朵吗？我就是谢汉他长得哦，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以为就是这样，就是张馨予就经过考验的话，你就错了。我们快乐大明现在要告诉所有的网友们，如果你猜张馨予曾经整过型的话，那你就对了，张馨予就是整过型。那现在你坦白一下，你有没有整过型？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偏要说整形的话，微整形是有，因为我有打过瘦脸针。微整形，那打完之后会什么样的感觉？会可能会咬肌比较大，就像海涛哥哥一样。咬肌打完以后咬肌比较大，没有咬肌比较大的话，打它就会小下去。对，它的肌肉就会缩小。那会不会脸不能动？
嗯，对，我 有这样、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是旁边的朋友。对，我们有一个朋友又打了，然后我们讲了一个笑话，然后他就笑特别。嗯就是怕我跟你说笑出来还好，就怕他那个笑话只是说需要小小的一笑，嗯，就是明明在笑。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也要考虑到那个东西还是会有一定的就是副作用，因为就是你要科学的去面对，对不对？对对。那有没有什么健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变得更美？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是有。可以同时锻炼到三个部位。哪三个部位？一个是脸颊啊，这里的肌肉啊，紧绷。OK。第二个地方是你的手臂。OK。这儿的手啊，这里白白肉。对对对，白白肉。然后，第三个部位就是你的后腰。啊，那个动作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来做一下这个动作。OK。我们来试一下吧，一六还来一杯。哎，音乐节奏，海涛都是朝那边的。哎，我们做完这个以后就学企鹅去找妈妈。全世界，哎，你节奏是跟我一样的吗，何老师？我一样。那全世界就只有海涛节奏不一样。他跟我是反着来的，我这样的时候他就，这样的时候他就。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哎，这套操认证过没有？有效果吗？当然，因为我发现一个月之后呢，我这里的肉会变紧致，真的会长。每天做多久会有效？每天20个是最少的，最少的。好，我们谢谢张馨予，好不好？谢谢，待会再跟你互动啊。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位呢，他在新浪网呢被评为十大点击率最高的草根博客。他作为一个车模呢，据说可以让其他的展台完全没有生意。你知道他博客点击量达到了1000万。作为一个如果是草根的话，真的很不容易。是，对，我都长没到。对，你要加油。我们掌声欢迎可爱的瘦瘦。Celebrity, that means somebody everyone knows. They gonna recognize my eyes, my hair, my teeth, my boobs, my nose. From just some dumb mechanic's wife, I'm gonna be Roxy. Who says that murder's not?你觉得是车模比较难还是 T 台模特比较难？当然是车模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车模的就是他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工作量比较大。哦，最长多久？因为车模是一天的时间都在工作，然后每次工作车展的时间要就是挺长的，7天到10天。而且你知道T 台模特呢不一样的，就是大家是看到，就比如说是算是一个就是固定的位置，对。可是车模就不一样，因为那个展台通常是圆的，然后大家是可以自由走动的，它不停的换动作，所以你360度都要美，对不对？对，刘老师，你可以给我们摆一下，你就是要像怪叔叔的车子啊，这不算怪叔叔，怪叔叔是这样的，这叫怪叔叔。哎，那这样正面我们看有多美，好不好？正面来摆一个正面的姿势。侧面呢？哇，背面也不能输哦。哇，这样会好辛苦吧？对呀，他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拧着来的。是我听说就是要拧扭曲的才会是最好看的。自己不舒服的动作才是好看的。娜娜，你不舒服一个给我们好看一下。1、2、3。问题是我们也不舒服，你也不舒服。对，看着你这个动作，那就是很好学啊，就是他背后就是回眸一笑。对，三道弯，1、2、7。三道啊？就是整个，你看他，你看他。背面冲那个大家的时候，脸一定要转过来，是不可以这样，是不礼貌的。对，可以，但是不要整个都后背都搂着，可以扭曲一下吗？稍微，你看他。身体的曲线，这里、这里、这里，全部都是。来，三位一起，好不好？来，背对，背对。你先来。你来，瘦瘦，你也来。差不多先来。
来，我吴昕，好。哎，他有哎，我以为他会失败，他成功了。娜娜来，好，瘦瘦，哇哦。那我们做你就别做了，是不是 ？Offer Real 音乐手机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网络美女齐亮相。比美腿，我这个叫碰。展现网络热门舞蹈，究竟谁才是宅男最爱？有多少个女生为你抹过唇膏？没有。不如临别，让我们一吻怎么样？他现在没钱哎，他所有的钱都买通了我们，说在一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